我的决心是日直向含布袋镇的重要联络桥梁林义镇安桥，十八号举行动土典礼，由嘉义县长张焕官、布袋镇长陈宏梅、日直乡长颜超淑惠含嘉义乡镇团地方人士做伙来主持。义布桥，也就是林义镇安桥，位于环岛一七二线，跨越溪墘排水支流。又个属于龙江溪排水系统的一个分支，衔接义德乡、后镇村以及布袋镇、永安里、东港里，是联络地方非常重要的桥梁。由于海平面逐年来升高，既有的义布桥桥梁过低，长度不足，碰到好雨容易造成淹水，严重影响到民众通行安全。新造桥梁主体部分经由县政府多处研讨设计，并交由嘉义形象团来施工，引导钢筋部分留意综合治理计划经费，配合嘉义形象团未来改建的义布桥加悬工程。原来高程是2.3米，提高为4.7米，既能有效改善该区域长久饮水的问题。咱在，逐届都无可能饮水。啊，咱所有的国东派议员吼，包括汪崇贤在做议员的时候嘛，也常常在讲，咱两个乡镇长吼，爱奉为啊，加盐菜鼠会，尤其黄金窝啦，嘛常常讲啦，性电啦、啊、违节啦吼，拢总有咧讲遮个代志。所以我甲迄个水利、迄、那个建设处长讲啊，迄、那个总和治优异总和治理计划，既然吼，要甲咱摆足后壁，毋知要摆到民国几年吼。咱家己想办法，所以咱其实连桥拢设计好了，本来就是七月以前就完成设计，是要动工了，就是要动工了吼。啊，雨在咱要动工以前先来吼，甲咱试一届吼，讲真正有需要做无吼？啊，就真正证明讲这条桥爱做，但是咱这条桥的设计已经提高吼，这個、水面吼提高2.4米，所以现在变4.7米高啊，离水面4.7米，有变33米等，但是引到307米，引到个加307米，所以这条路会变做吼，这条桥会变做吼330米等嘛，咱现在23米等啊，现在变330米等，330啊宽是12米哦。所以会加足好行，所以这个过程，这个议员、这个乡镇长拢有来讲。啊，所以吼、哦，咱排落去吼、哦，水利署的时辰，今年明年拢排袂到，所以我讲安尼归去，咱来找行善团。所以吼、哦，拜托咱大家心用热烈掌声，再一次的感谢行善团哈，出1690万哈、哦，啊，咱县政府出将近3500万。有足重要性的、足特殊的，所以我嘛有感觉讲这条桥有需要马上改善。所以拄只馆长已经报告啊，非常的清楚。我会使讲吼，用上快紧的速度，以咱馆长所领导的馆务的这团队，以上快紧的速度，你看赶来今年就下要来个动土，赶来今仔日就动土。嘉义县长张华官肯定嘉义兴善团，特别感谢嘉义兴善团，这个建设经费拢是来自全国善心人士，伊代表嘉义县民向所有投入工作的善心人士以及志工朋友致上感谢之意。善心新闻采访中心嘉义县采访报道。